我们欢迎红方的有关表态。世界上181个国家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交的事实充分证明，同中国建交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和时代进步潮流的正确选择。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，同包括洪都拉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，